本周呢，生肖属虎、属马还有属狗朋友呢，运势的表现只有一颗星的好运气哦，行运比较辛苦，比较没有不劳而获的好运哦。当你有想要投机取巧的行为的时候呢，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哦，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，以免倒赔收场哦。那本周呢，要记得多多的去努力开创你的好机会。